家人们，我今天一定要带你们感受一下一只美短它平常在家是怎么造作的。小破猫，别跟姐姐打架啊！不听，我就打。一天不打架，浑身不得劲。哦，犯规！兔兔，这几个小王八挺可爱。兔啊，下来。闻闻香不香？你看到我叫你吗？下来。还没熟是吧？捣蛋。哎，你别急呀。半鸭趴。哦，妈，这玩具花不少钱吧？啊。不错，我喜欢，挺智能的。半鸭趴。哦，喝个王八汤吧，我补补身子。别喝了，出来。那玩意儿能喝吗？不脏吗？你不懂，就好这口。半鸭趴。哦，兔兔，你在看啥呢？看你这蜥蜴挺可爱。给我玩玩呗。你滚开。不给面子算了哈。半鸭趴。